肚脐上方疼痛怎么回事？如恩医生特邀专家张超，西安市第三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肚脐上方呢，有一些轻度的不适的话，主要是跟它的部位有关系。比如说，如果是部位靠偏左，这样的话，主要的脏器可能是胃，我们常见的一些慢性的胃炎、急性的胃炎等等。如果是疼痛的部位靠右，我们可能跟肝脏的疾病以及胆囊的疾病，或者是一些部分的胰腺的疾病有关系。最常见的比如说像胆囊炎，但是呢，如果说病人的部位不是很恒定，就是上腹部不适，没有固定的一些疼痛的一个点，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考虑一些消化不良啊功能性疾病啊等等。所以说上腹部不适它是一个症候群，不一定是一个单独的疾病，可能是某一个疾病或者是很多疾病在一块儿导致的一个综合的一个症状。